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欢迎收看 Mixoner 大设计。每个人都会做各种千奇百怪的梦，但是噩梦常常会让我们睡不好，甚至还会在黑暗中吓醒。谁都想天天做着美梦，可是这样的梦能成真吗？为了帮助大家可以自己控制梦境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造梦机器 Domino， 自己的梦还能自己做主。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前，会经历几分钟迷迷糊糊且半睡半醒的状态，这就是所谓的临睡幻觉。历史上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以及艺术家都对他梦寐以求，声称这种迷糊状态下可以灵感爆棚。据说爱迪生还会睡觉的时候拿个钢球，快睡着的时候手一松，掉地的钢球能避免他进入深度睡眠状态，以此来获得创意源泉。而 Domino 能做到不惊醒梦中人，同时还能延长临睡幻觉的时间。为了准确检测受试者是否处于快睡着的状态，使用者需要在手上佩戴一个装置，上面装有一个微控制器以及曲曲控制器，靠着它就能去检测手部肌肉状态。此外还有一个检测大脑电波活动的电脑图仪传感器，等用户进入睡眠状态，一边的 Gibo 机器人就会说出预先设置好的话，通过这些词语和话去对梦境进行改变。但是这样做真的有效吗？经过一系列实验证明，所有的志愿者都出现了创造力爆发的迹象。视频元素来自 ACM CHL， 由 Mixon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ixoner 创意公园。